哎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哎，台长，你好，哎呀，我终于打通你电话，哎，我想问一下台长，那个，气场好是指哪些方面？气场好嘛，就指很多啦，一个气场嘛，实际上在科学界讲起来叫磁场，磁场就里边有磁力，啊，有吸引力。有阴力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力量，它相互平衡了，这个气场就好。比方说啊，这个人一直是好人啊，这个人大家都是好人在一起，那么这里的磁场就好，磁场就好，气场就好。我问你，我们八万人的法会都是念经的，你看里边磁场关系大家融洽吧，啊，大家都开心吧。往下的啊、就好了，就这样。力量啊，一种力量、一种力量是看不见的，还有一种力量是看得见的。这两种力量合在一起，就是你的啊，我们说一种气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，好了。啊，好的。